对啊，我就是记得只能矿物啊，所以我才想问。如果没人知道就没关系啊。三层。等一下哦，那有人敲我，看一下。好，没事。想说我的铲子会不见，本以为挖很深的，就是因为都挖两格，一点也不深。哎呦！啊，我其实啊不喜欢这样堵岩浆。这边。好了，耶！红石几层啊？12哎，好低哦。有没有钻石？结果还是堵了。没有，是说那种流动的，我不流动的岩浆，不，那一格的岩浆，我不会想要堵。可以当天然的照明。啊，我的床没带下来。我们先回地表睡觉。哎，走这儿，黄金，OK。这里，没有，我要先回去睡觉。我刚要把床带下来的，不然。上面村民死一片，我就哭了。哎、啊，怎么白天了？过一晚了、喔，我就要做时钟哎、欸。嗨，你们好。哇，你在干嘛？好啦，等下上来，我们把村庄稍微围起来，需要大量的木头。我们先去，先做一些别的事情吧，先挖一下。
5分钟提醒一次不用啊，只要做个时钟就好了，小钟钟，对不对？做个小钟钟就好了。不是可以实炸蓝？实炸蓝丑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先做木头的。那如果这个系列有继续的话，我们就一直烧石头，一直改这样子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睡觉。不行。地狱实在蛮好看的，还好欸。真的要选的话，我会选石砖栅栏吧。我记得玩到现在，我真的搞不懂那个自动，哎呦喂，自动伐木场怎么盖？就是利用 TNT 爆炸，然后爆那个的伐木场。我玩到现在就是不会用这个，嗨。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床一直打掉，那我死掉之后重生点是会在一开始的地方欸。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啊？3点有事，要挂台，好啦，你乖。这个系列不会那么快就了结的吧？至少要让我把那个吧，村民繁殖的那些全部盖出来，然后，嘿，然后就这样的。要去上网上课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晚上。应该不会是魔物台了啦，应该会是这个的啦，因为魔物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打到有点在等更新了，不，也不是说腻了，就只是想说你们一直这样挂台，又想要给你们看一些新的东西，所以就想说换一下。那我都在等的游戏也还没出来啊，一直延，一直延。最近应该有看到一个说什么，僵尸类的那种牧场物语嘛，那个是之前我就已经在关注了，然后最近又那个时间又往后加了一些，然后就觉得有点难过。那就无聊，逛 Steam 都看到一些无微博诶。我想说听到声音，这样，哎、欸，原来是你哦、喔，原来没听错啊，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地方，
妙。哇，这什么地方？有神怪钻是吧？感觉又没有哎、欸。不行，我会迷路。等一下，这边是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会迷路。我先回去，这里。哇，有点大、啊，算了，我没有，我其实没有想要探太多啦。主要是要来挖红石。左边，那你哇哦！睡觉不行，你给我个三颗嘛，你给两颗什么意思？本来想个轻松生存那种模式，可是我朋友一个小时差不多挖到了一组多。哇，一组多呢，好猛哦！我只有在那个什么，
很早很早，那时候1.4版本的时候，我还不，那时候还不是，怎么讲，还不是正版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是跟别人一起玩，啊，他们那时候没有买正版。我本来想说你们有没有要一起买这样子，他们说不用，用盗版就好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是用一个什么，就是一统一的东西，然后就用了，我那时候就是挖了一组多的原矿。然后呢，用幸运挖了3组多的钻石，这样子。哎，不止1组多的原矿，我记得好像3组多的原矿吧。那个我的那个麦块的相簿好像里面也有，我忘记是我个人的还是粉钻的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都是纯天然的矿，那时候就是埋头苦挖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很迷麦块。哎呦，怎么是这个？先压缩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家。所以他就是最终他们完全不缺钻石，最后轻松的达成任务，因为他们有钻石，所以他们能做什么都缺。啊。头丢掉，好啦，晚拜拜。落石，嘿，你看，将就有垫脚石了。我想听歌嘛，我是怕如果你看如果播版权的话，我 YT 那边就是你们会听到全都是消音的。我明明有勾，我也有勾选说就是，没有盈利之类的，可是他还是给我消音诶，所以我就很奇怪。好，挂台。小院，拜拜。不是重点，就是记录档那部分会有那个消音，那 FB 这边也会因为版权问题变成很累格，就是他可能会利用累，不是利用啊，他可能就是变成说你累格就是3秒卡一顿，卡3秒卡一顿，那所以你播的歌就是没有版权的，类似这种东西。好，你们两位拜拜，绿茶小圆拜拜。对啊，FB 就是直接断掉啊，所以要么就是我又拨回我那个催眠曲。在这里。这样一直挖不完欸，我的铁轨快爆了。测试有啊，
里面内部之前就有人讲了啊，那时候就是有也是刚进来的人就问说，奇怪他怎么直播都会断掉，而且是狂断的那一种，然后就有问说你是不是有播音乐还是什么的啊？他说有啊，他就说他在听那些流行歌啊，他说就是尽量不要播那些有版权的歌。王永嘉，欸，我也很怕，因为最近很多都是那种无版权突然变有版权，因为我的那个我的精华的版权的歌全都是一致的，那因为我真的跳不到一个适合好用的，因为我每次都是我都会换音乐，可是每次都觉得这音乐就不感觉不适合，好像少了点什么就换回来了这样子，所以我一用就用了2年多的那个。懂了吗？所以不是我也，而且那个又感觉又听不腻，你知道吗？那就一直用下去。咻咻，古典乐，古典乐有版权啊！我上次就播过啦。我那时候画画台，我最喜欢就是播那门多邦那些歌。前期什么都缺啊，挖一挖，挖一挖，搞不好你们后面就看不到我在下地洞，我几乎不会下地洞，除非我要挖黄金，嚯，欸，也还好啊，挖黄金用地租人就好了。教主之。到软糖伤心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吗？欸，我好像听过欸。软糖伤心会变什么？嗯，我忘了，我确定我有听过。那你只好自己唱。不是啊，我上次也是自己哼歌哼到那边，我想说干，怎么又蹦出有版权？然后就是啊，白痴，想起来了，那时候我是因为唱海绵宝宝的歌啦。然后就是纯音乐，然后加我自己的唱歌，结果竟然说有版权，我的天！欸，很傻眼呢，傻爆眼呢。好啦，我们要去再來就是烧东西。那烧东西的途中，我们去砍木头吧。我们去砍，去砍远方。